大家晚安安。我有印了新的了，只是我还没剪，我还没剪贴加工好。他本台瓦哥晚安安，晚安安，嘿嘿。对呀，今天有小熊维尼的陪伴，可是他一直倒掉。带马尾，大家晚餐吃了吗？吃什么？我今天先吃了水煎包，真的可能直播完再吃一点东西。花生糖，晚上好，晚安安，空半哇，粉寿西晚安安，旅嗨旅冠。晚安，嘿嘿，你们都吃了吗？爸爸买了火锅回来，所以等下可能直播完再吃一点东西。诶，是我爸跟我同时间开播诶，手机的通知，哈哈，我是不是应该去他的台踏踏呢？来去他的台看一下，来个另类联播，哈哈。来客晚安安，在吃水果了，这么快，这么快啊！晚餐吃什么 ？Are you me？ 可爱，谢谢。今天好赞，谢谢。害羞。来去看一下瘦巴酱，去他的台丢星星，偷看他，没有，我光明正大的看，我可以在你们面前跟他告白。哎、欸，瘦巴嘞？哎、欸，我的瘦巴嘞？哪样呢？哎、欸。我来找找，头上是章鱼烧，不是，头上是小熊维尼，头上是小熊维尼，可爱。对啊，今天走的是可爱风，上一次走的是 rock 风，应该是，哈哈。大家有去瘦巴酱那边踏踏吗？章鱼烧不是章鱼烧，是法式高侧马尾。对呀，可是只有绑一小撮而已。头上是好像有笑脸，没有笑脸啦，这是那个啊。面面好吵，哪会，他很可爱啊。那我关小声一点好了。头上大家去看了吗？瘦吧，哈哈，不。
今天是新耳环吗？不是哦，之前就有了。哦，对，我说要给你们看那个。今天有主题吗？今天的主题应该还是跟你们聊吃吧，因为我发现聊吃的好像大家比较有共鸣。要给你们看上次跟你们说的那个窗帘挂的耳环，窗帘挂，哈哈。面面电直播干扰无极限，大家就是成员们都说我的耳环很浮夸，因为你看我的耳环还有就是有这种啊，哎，等一下，然后还有这种球球的蓝色球球的，还有这种跟。我的都是浮夸型的，我有偶尔也会带着这种链，就是一整个超显眼。刚刚的耳环，我以为是鸡毛毯子，不是鸡毛毯子，我都叫它那个窗帘挂。什么童年的噩梦？棒棒糖吗？童年的噩梦是棒棒糖吗？还有这个。就在之前在直播有出现过的，等一下打结了。这个就是上一次一颗的毛球，就是可是它有多加一根棍子。鸡毛毯子，带这么大练舞会不会一直被打脸？就是练舞的时候会很有存在感，就是会一直晃晃晃。然后这是那个库洛魔法使的，就是小樱的库洛牌，其中，对，就是应该说它的代表图案嘛，我觉得很可爱。然后还有那就是白色的星星，对啊，大家就我每次带不一样的去，因为我耳环还有蛮多副的，然后我每次都带不一样的去，他们说你怎么感觉天天都在换耳环，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应该说我的兴趣算是收集耳环吧，然后就是这个里面都是就是耳环，就是很多耳环，有就是有三角夹，有这种螺旋夹是这种，然后还有三角夹，还有这种三角夹的，还有一种是这种，就是 U 型钩的这种。啊，我最喜欢那个就是这种螺旋夹，因为夹起来比较不会痛。有买整组库洛牌？你是说那个吗？那个忘记是哪？是哪一个？好像是我忘记了，就是好像有就是整组的那个库洛牌，还有那个乌头杖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跟云爵有的拼音。我喜欢收集耳环吧，本家弟晚安，今天也要上班，来打声招呼就好。好哦，草莓讲晚安，加班加油哦，有空要来看看我的直播，嘿嘿。大家都该不会采杰在敲门吧？不是采杰，最近有出法杖，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超酷的，不过就是。价钱有点小贵就是了，如果能集满那个全套就觉得还蛮厉害。那个有个 YouTuber 那个 Anjo 他不是有开箱吗，就是开一整套的库洛魔法使，我觉得超酷的。谢谢本草莓奖的爱心，谢谢嘉莉安、朱迪安安、晚安安。
怎么每次都这么刚好跟那个面面同一时间开台，害我都没有办法看。今天的主题是食物，你们有没有想要跟我聊聊什么食物呢？哦，对了，那个最近这两天不是那个朱里奈前辈有来吗？这次成员们都有看到他，好羡慕哦！我也好想看到，可惜看不到。哦，对不起 ，Juby，sorry，Juby 晚安。因为就是太习惯，因为感觉叫 Judy 的比较多，所以我就对不好意思 ，Juby，Ju 好 ，Juby 晚安。抱歉，我会记住。小猪发好多动态，看得很开心。对呀、啊，对我有看到100篇那个 Insta 的那个动态，我也都有看诶、欸，有那个霞海城隍庙，有饶河街，超多地方的、欸，然后还有还有吃小笼包跟那个大理石蛋糕，都是我很想去的那个网美地点。聊聊半桌料理，半豆其实还蛮多东西的，可是我最喜欢吃的应该是那个，可是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半豆，可是结婚的时候都会有那个炸汤圆，就是加花生粉的那个炸汤圆。哦，话说到婚礼，我小时候当过很多次的花童，就是以前就是那个妈咪的朋友结婚的时候都会找我去当花童，然后所以就会不怕生，然后家里也很多那个小孩子的时候的小礼服。花好月圆是什么？你是说那个叫什么马吉的名字吗？花好月圆。唯一一个吃完的可能就真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炸汤圆，我觉得炸汤圆很好吃。就是有时候婚礼就当了花童，就是有时候去婚礼就是为了那一盘炸麻鸡而去吃，就是而去的。就是在宣告下一次要穿小礼服直播，没有啦，那个小礼服是我大概四五岁才穿的，我长大之后也没有买过小礼服，所以我也没有小礼服。太可爱了，所以当花童嘛，应该是，就是我妈比较，就是算朋友中比较，怎么讲，就是别人还没结婚的时候，可是已经，就是他的朋友应该算是比较晚结婚，所以我才有办法去当花童。变胖了，小礼服穿不下了吗？不是，是长高了。本今日生晚安、啊，你刚刚都在面面台欺负我，哈哈。我现在还在看面面台，只是我没有把它放出来。我还蛮想去那边刷一下存在，哈哈。哦，不是，我没有不理你，是我刚刚没有看到，刚刚没看到，抱歉。有啦，我现在有说啦，我要去面面台刷星星。是，对了，所以嘉莉真的有欺负妹妹吗？我没有欺负妹妹，我对妹妹很好，真的。我都会买晚，我都会有时候买晚餐，有时候买饮料，有时候买手摇杯给他。我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姐姐。妹妹呢？妹妹，该怎么说呢？什么时候改当伴娘？没那么快啦，我才几岁，伴娘起码也要。耳朵伴娘通常都20几岁吧，有这种姐姐真好。怎么说？
怎么说？什么意思？有这种姐姐哦？你说买东西回家给她吃吗？对呀、啊，我真的很好，我真的没有像大家说的欺负妹妹，我对妹妹超赞的。我的姐姐哪有那么可爱？没有，可是通常妹妹都会觉得我的姐姐怎么这么讨人厌。我妹妹对她很好，真的，我真的对她很好。那我们今天来聊聊，既然刚刚都讲到手摇杯，我们就来聊聊手摇杯吧。你们最喜欢喝哪一家？没有姐姐，可是有我们陪你，哈哈。感觉眼神在飘哦，因为留言在这一边，留言在这一边，所以我要一直看过去。手摇杯没有，我可能是在偷看那个，偷看小抄，偷看小抄，嘿嘿。五十岚清新珍珠丹哦，话说讲到那个珍珠丹，之前呢、啊，就是路上不是都会发传单吗？然后就是他那家有名的是好像是黑糖珍珠鲜奶吧，然后我就跟妈咪说。我们要不要去喝喝看这家那个珍珠母？然后那个就是，但是当下第一眼哦，不是当下第一眼是我问妈咪说，妈咪，我就我问妈咪说要不要一起去喝珍珠母？然后妈咪也说好啊，那我们去喝。然后韩韩就在旁边补了一句说，不是那个叫珍珠丹。对，然后从此以后就是大家第一眼看到都以为那是珍珠母。而且他又是取那个谐音。最近都喝十度的十度冰茶，要讲的不会变业配吗？好，那我中间逼一个字，妈几先查到五叉蓝。我最常喝的应该是五十蓝，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比较感觉比较独家，也比就是比较常喝，然后我通常都会就是，我觉得我会不会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 OK， 因为我都跟他们说我要一杯红茶玛奇朵，那个微冰微糖加混珠加椰果，然后料多，字还蛮像的，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是每次我要点饮料的时候，我就会。讲出一大串，然后就是店员不是都会在按那个荧幕嘛，然后都按，抬头看我一下，就是想说哇，加珍珠又加野果，就跟自在炫一样，白玉轩。哦，话说到现在，我都还没喝过那个一方，就是那个水果茶的那一家，我比较喜。我比较喜欢喝就是有珍珠的，就是我会看那家饮料店好不好喝，主要是看珍珠好不好吃。第一次看到加两种料，没有啊，像那个什么就是百香 QQ 之类的那种，都是加混珠，就是大珍珠、小珍珠跟野果，我觉得很好吃。我要求真的没有，因为我喜欢怎么讲，我喝饮料都是吃那个料比较多。因为我就很喜欢咬那个料。然后第二常喝的饮料，我想想，应该是冬瓜茶加 QQ， 就有时候它会是野果，就是珍珠加野果，冬瓜茶加珍珠加野果，就你们以后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就是冬瓜茶加珍珠加野果，还有我想想，野果很好吃，野果跟珍珠有得比。可是如果野果跟珍珠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选珍珠。我来想想。哦，然后如果喝茶的话，我比较喜欢喝就是梅子绿，或者是
多多绿，就是我没有办法喝纯的茶，我一定要加东西，不然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冰淇淋红茶之类的也还不错，椰果奶茶，可是椰果加太多会很甜，所以我平常都是就是料跟他们说料多一点，可是就是把甜，就是比如说我会叫无糖或者叫微糖，哦，超罪恶的，就每次喝完一杯都觉得哇，我又要胖了。大家喜欢喝什么？最近很喜欢喝果汁，来欺骗自己很健康，有在补充水果。水果要用吃的啦，不然有些纤维会吃不到，要用吃的，就比如说像橘子。哦，以前小时候，因为我跟妹妹都不喜欢吃那个橘子上面的那个白白的那个纤维，然后我们在剥橘子的时候，全部的纤维都拉掉，就是变得只有里面的那个果肉，然后妈咪就会跟我们说，你不能把纤维都那个拉掉，那就没有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要把它连着它一起吃下去，你不能都把它拔起来，不然它就没有用了。こんばんは，将军。百香绿也不错，我记得哦，我还喜欢喝柠檬加蜂蜜，或者是柠檬加那个叫什么百香，我觉得很好喝。梅子绿，而且梅子绿喝完都还可以咬那个脆梅。哦，最近讲话都讲一讲就破音了，太可怕。你们还要在看面面的直播吗？我都偷偷在关注面面。我来想想，然后还是我们要换一个咸的，会比较多人有同感。不然我们换港式饮茶好了。第一次爱上港式饮茶是因为以前国小的时候跟学校一起去，就是跟国小一起去香港比了，就是舞蹈比赛，然后后来就跟着旅行社去吃，然后后来就吃了一家茶楼，我就觉得天哪，我爱上了港式饮茶。然后自从那个回来之后，台湾我就常常都吃，我喜欢吃虾饺，喜欢吃那个是春像，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嘞，虾子河粉之类的那种。然后喜欢吃小笼包，喜欢吃烧麦。我港式饮茶都吃虾子类的比较多，我觉得很好吃。我又破音了，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破音偶像。叉烧包，我好像去那边都不太常吃叉烧包，我都吃那个叫什么，我都吃就是一般的那个茶，就是茶点。破音例子，真的破音。焗烤白菜好吃，焗烤白菜是那个吗？应该不算港式饮茶，算焗烤类的吧。小时候来讲讲我小时候多么喜欢吃 cheese， 就是焗烤 cheese。小时候我会白饭填一填，然后就把 cheese 铺在白饭上面，就拿去微波炉，然后就 cheese 配白饭吃。重点是一个盘子满的，然后有时候还会吃不够，再去追加半个盘子，然后我妈都说哇，你怎么有办法吃这么多的 cheese？ 我妈说她吃一点点她就不行了。cheese， 然后那个就之前妈咪都会煮那个就是 cheese 鸡，就是先烤过，把那个鸡先烤过，然后再铺一层那个 cheese 上去，超好吃。然后我很喜欢吃那种
奶油，就是有些是弄那个盘子装的焗烤意大利面，然后上面就是会铺 cheese 的。然后我比较喜欢吃那种长长长的面条，就是螺旋那种，就是螺旋的那种我比较少吃。还有什么蝴蝶面啊、笔管面那种我也很少吃。这样不会太，你说刚刚那个 cheese 饭，其实吃久真的还蛮腻的。不过就是很小时候觉得还好，很喜欢吃，就那一碗就可以吃到很饱很饱很饱，因为 cheese 热量高，然后 cheese 热量高，然后又有白饭，然后有时候就是还会再加几个菜，就很饱。港式意面脆脆的那种鱼翅饺，鱼翅饺我倒是没有吃过耶，我都吃，对，我好像没有吃过鱼翅饺。可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没有点过。我来想想还有什么 ，cheese 哦，然后还有那种那个 cheese 焗烤白菜吗？就是蔬菜类，就有什么烤洋葱、烤花椰菜、烤白菜，就超多种的。我是有。酱油就可以配好几碗饭，鲍鱼烧麦我也没吃过，这些都比较特别，比较感觉比较少见到。哦，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如果家里就是有那种喝汤的那种汤包，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家里刚好有那个味噌汤包好了，你可以把它就是浇崩，就是泡开之后浇崩就变。那个味噌饭，对，就很好吃。不然就是酱油加香油，就是白饭里面加酱油跟香油，超好吃。有时候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卖场都会卖那种5包或10包一起的那种紫菜汤吗？我有时候就是如果我想吃泡饭的话，我就会把紫菜汤包的那个。汤包倒到饭上面，然后再去加热水泡开来吃，不然就是吃白饭加酱油加香油，吃完之后再喝一碗紫菜汤，超好吃。对，茶泡饭那种感觉很好吃，就是而且那个速度又很快，你只要家里电锅有饭，然后又有汤包，就可以。就我平常下课如果有时候还没到要吃晚餐的时间，我都会先吃一碗饭。然后再加就是汤包，然后再去装水，然后浇粉那个就是那个搅一搅之后吃，真的很好吃。家里的饮食主义，对，你们可以尝试看看，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吃不太腻。你可以同一个套餐去换，就是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换好几种吃法。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之前妹妹有教我吃过一个，就是去 Seven 买那种御饭团，把它拆开之后，饭就放到碗里面，再加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紫菜汤包，再去加热水把它搅开，然后再把海苔撕开来放在茶泡饭里面，就是真的跟日式茶泡饭那种很像，素食主义，真的，可是真的很好吃，而且又快。就算一个下午时的小点心，然后晚上也可以再吃正餐，就是再吃一顿。我来想想，我小时候吃什么比较多？哦，我妈以前都会弄那个，就是照烧酱，就是她会自己上网找食谱弄了照烧酱，然后有时候会去市场买个鸡腿肉，就让我们就是。鸡烤完之后再刷上一层照烧酱，然后再下去煎，超好吃。我觉得我下次可以开一个那个，就是食堂，跟你们分享一下。没有，其实我好像每次几乎都在讲吃的。我来想想，还有什么？我妈还会就是煮一个，就是我们叫海底鸡面，就是你们知道那个海底鸡罐头吗？海底鸡罐头，然后她就会就是下面条煮面之后，我记得好像是
就是把那个，哦，不是，还不是，哎，面条最后煮，就水先煮开之后，丢那个海底鸡的罐头下去，然后再加酱油调色跟黑醋调酸味，然后最后好像还有切，就是通常会切小白菜，然后跟葱花，然后就是刚刚那边就是海底鸡加进去滚了之后，再把面条就是折半，不要太长，丢进去里面。然后就是面条煮不要太熟，因为放久会太烂，就是把它折，就是丢进去之后再丢小白菜，再丢葱花，然后最后再加七味粉，超好吃，真的超好吃。然后就是平常就是为求速度快，就是家人一起吃的时候就会煮一个海底鸡面，就是全家吃的下下焦，真的我觉得我们家的妈咪有一股好手艺。我越听越会，哎，会也是会的，会越聊越饿，没关系，下播之后就去吃爸爸买的晚餐。然后还有，我想想，哦，然后妈咪还会煮那个牛肉粥，就是如果那一天有，哎，没有，那一天其实有没有白饭都没有差，就是如果有白，就前一天有煮饭，然后有剩饭的话，妈咪就会煮粥，然后再丢牛肉片下去，还有那个胡椒粉。我不知道，我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的牛肉粥怎么煮的，可是超好吃。越听越饿，赶快去吃啊！赶快去吃，真的，不要饿到了。真的，我也越聊越饿。我来想想还有什么家常菜。哦，小时候的我超喜欢吃豆芽菜，尤其是就是那个用牛油，就是锅子先放牛油，然后再下去炒豆芽菜，然后再加黑胡椒。小时候我最爱吃的菜就是豆芽菜。加班中还没办法吃，加班加油，辛苦了。就是对，就吃豆芽菜。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吃，就是铁板烧店的那种豆芽菜，很赞。只是现在比较少机会可以吃了。扫把讲到哪里了？偷听一下。哎，怎么没有声音？哎，怎么没有声音呢？说吧，怎么自动消音了嘞？哎，何岁？16，16 years old。如果要用日文讲，要怎么讲啊？就是16岁的话，要怎么讲？12岁没有12岁，虽然我这样感觉很 UK， 但我16岁。然后即将对，在几个月，在想想，在现在几月？6月、7月、8月、9月、10月，在5个月要17岁，还好久。可是我好期待啊！每年最期待生日，就是大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帮我庆祝。小时候有，就是以前不是有曾经很盛行 NDS 吗？就是那个掌上型游戏机，然后有一年好像是8岁那一年生日吧，然后妈咪就买了那台 NDS 给我，她就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袋子装，她用报纸，不知道包了几层，起码有三四十层，然后用什么用鞋盒包啊，就是 NDS 加盒子好像也才这么大吧，就是。对，就这么大，然后妈咪把它包的这么大，只是它包超多层，然后又什么鞋盒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堆，最后的那一层是塑胶袋，根本拆不开的那种。就，对，然后我那一次拆了很久，而且就每年生日的惯例就是切蛋糕的时候会把鲜奶油往脸上抹，所以大家都就是。只要每次有，就谁生日谁就会很惨。
大到以为是夹击。TPE 的 Doko 台北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大到以为是夹击，什么东西呀、啊？对啊，小时候拿到真的很开心。然后以前会拿那个玩那个 Cookie no Mama， 就是那个叫翻中文怎么讲？就是一个游戏，然后还会用那个玩太古达人，玩马里奥，就是有超多游戏可以玩。可是现在就是自从我的小妹出生之后，那个记忆卡就被我们家的小妹弄不见了。从此以后咧，我就再也没有玩过那台 NDS， 因为那个记忆卡已经不见了。你们以前有玩过 NDS 吗？还是现在不是有什么 PS3 PS4？我是一个不太会玩游戏的人，我不管玩什么游戏都一下就输了，然后可能还会被那个同队的认为是雷队友。就我曾经有想要尝试过去玩，就是大家平常在玩的那些手游，就什么神魔之塔、啊、然后什么荒野什么忘记了，就是吃鸡、哦、荒野行动，还有那个叫什么忘记了，那个叫什么之前很红的哦，传说对决。我曾经有想要尝试过玩这些东西，但后来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一类型的我都没有办法。最近的掌机是 PSV， 可是也三年没碰了。嗯，哦，我们家之前有很多台 Wii， 一台是爸爸买的，一台是奶奶去，不知道某个抽奖抽到的大奖之类的，然后所以家里就有两台 Wii， 然后以前可以讲讲我们小时候的趣事，就是嘞。就是大家玩 Wii 的时候不是都很激动吗？因为它有什么拳击啊，有保龄球啊那种。然后之前好像在玩拳击的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还是妹妹，那个玩一玩，不是要这样吗？还是网球，我忘记，就玩一玩那个遥控器飞出去，就是没有用那个绳子，就是套上去，然后就这样挥的时候。对，那个遥控器就飞出去了。很多台惊人，你是说那个游戏吗？所以栗子有跟其他成员一起玩手游吗？我比较少玩手游，我都是逛逛社群比较多，就是我很喜欢看大家社群都PO了什么文。为了买 PS4 一个月的烫金，为了 PS4 这么拮据吗？玩手游哦，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在玩手游耶，因为我都觉得我应该是拖累队友那个，所以其实我就是刚开始就是下载了之后我就不敢玩了，就是听完他说完解说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没有这个天赋，而且光那个手就是有手游的页面我都看不懂。我看看我手机里面还有什么比较特别一点的游戏。哦，以前不是有那个吗 ？Temple Run， 就是一个怪怪的东西在追一个人。手游不要太沉迷，不然去。我没有，我玩手游不会氪金。真的，我曾经有一度就是很想要氪金过，可是后来最后我忍住了。就之前那个我有玩过短暂的那个神叉之塔，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都有抽卡嘛，然后什么哪吒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我玩的是还在那时期的时候，然后曾经就有很想要拿到那些卡过，想说。我要不要干脆去储值一波啊？因为感觉我好像就是打关打到后面也过不了，不如就用那个
那个魔法石复活一下，然后后来忍住了。现在想想，庆幸当时自己没有乱花钱。手游是跟 PS4 省钱，手游一氪就回不去了，不要氪金，真的，真的氪下去的氪下去就回不去了。电玩展涅排了两天，买 PS4 吗？太可怕了啦！排两天还加，哎，是不是还有加那个？排两天两夜，然后再加上一个月的烫青菜，我还是乖乖玩不用那个的，不用花钱的手游好了。哦哦哦！神叉之塔排了两夜，也排了两天。为什么排两天？为了拿早鸟？那是有什么吗？有什么福袋之类的吗？也太可怕了吧！电玩展。话说我没有去过电玩展，我只有去过旅游展，就是为了去看那个去日本的行程，所以就去了旅游展。然后里面真的好挤好闷哦，所以我进去待一下下之后我就出来了。只有回家洗澡，那你的早屋早屋晚餐嘞，类似福袋的东西，所以早鸟才有嘛，排了两天呢，我的天哪！太可怕了！哦，以前还会，就是以前手机还没那么发达，就是 Facebook 刚鼎盛的那个时期，就是开心农场、开心水族箱啊、开心宝贝啊之类的，那个我真的曾经有花很多时间在玩。可我想现在那个农场们。就是农场里面的菜应该都已经烂掉了，然后鱼应该也都就是很久没吃了，都在附近买，为了拿早鸟这么拼吗？那个神叉之塔是不是有很多就是角色扮演的那个女神们？哦，我曾经如果说我要真的追一个东西的话，应该是追偶像才有这么，就真的去排队过，不然我通常都是在家里用手机看。FB 鼎盛，对，我才国小，就以前就是会在就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偷拔别人的菜。然后不然就是偷挤那个，就是它有那个有牛嘛，点一下就会挤牛奶。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养鸡可以偷鸡蛋。养成游戏觉得太累，之前厨房为了换食材加了好多好油。对我来说不是女生，现在 TPE 才是女生。哇，耶，赞。那你可能有那个40个女生，因为有人揪我去排早鸟吗？这还蛮辛苦的耶，所以我们是轮流那个吗？轮流吃饭，轮流洗澡。那也要加在世贸吗？还是就是加在电玩展附近才有办法？之前国小的时候，我在考试，他在玩农场。我发现农场其实勾出蛮多人的回忆耶，还有那个要施肥，就是它有那个红色的，有红土，还有黑土跟一般的土地，然后黑土好像还有，红土好像只可以种什么猪笼草，然后黑土可以种甘蔗，就我的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只有洗澡是轮流，所以买饭是那个吗？就是。其中一个人去买，我想想看，开心农场，哦，开心农场，我还真的就是每天都有勤劳上去偷别人的菜，然后他不是还有那个吗？看家狗，有时候被抓到就要罚金币，女生只能一位，绿女生，耶、yeah! ！
耶，嘿嘿。吃饭都一起，因为官方会发证明，你没消费的东西。哦，那早鸟有很多个名额吗？还是就是少少，比如说100个之类的？好害羞，栗子女神。谢谢本塔瓦哥的花束，抱歉现在才看到，我来想想还有什么。哦，我以前会玩那个开心宝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帮一个兔子换装，然后跟就是打扮还有装修家里的那个。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是不知道现在那个，如果去就是去 FB 的专业还有没有，就是对，去 FB 的那个画面还看不看得到开心农场之类的。有分前100跟101到600，所以是礼物不一样吗？ FB 玩最久大概是 Unlight 是什么？哦，我之前还有玩一个那个 Battle， 就是俄罗斯方块。讲到俄罗斯方块，我每一次要按就是往就是有时候它好像有一个键是可以马上到那边，我忘记什么下还是上之类的，就是可以马上到你要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每次我都会要按，就是按左右跟换那个，就是换方向的时候，我都会按错，我都会按成马上到的。所以呢，我玩那个俄罗斯方块，我都一下就死了，可是我又很喜欢玩。女神只能一位，就是韩寒，不是，就是佳丽，就是本丸，不一样，是前100名比较多吗？ Tears Battle 之前也玩一阵子，就以前国小跟国小同学都会说，哎，你今天回家不要玩那个，回家不要玩 Battle， 然后就说我们开双人来对战，然后咧，就是 FB 会有很多好朋友，然后结果咧。每玩必输，我不敢跟谁玩我都输，所以可能这就证明了我没有玩游戏的天分。Battle 吗？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吗？被学长电爆。那通常我觉得男生玩手游的会比较厉害一些。是，我好像，怎么讲，就是感觉他们比较会玩这些，不管是现在的手机的游戏，还是以前 Facebook 那些，或者是 PS4 之类的，就是他们就是对于就是这些东西都很了解，我真的觉得很佩服。我刚刚要讲一个东西，可是我忘记了。哦，那个就是以前。爸爸有买过那个，就是小的太古达人，那个回来给我们玩，就是这真的很小，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小，那个鼓面就那个大小，有鼓棒，有可以敲旁边的那一个。然后咧，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要只能放在地板上，所以我们家每次大家都要夹着那个，就是用脚夹着那个鼓，然后打打打打打。然后有时候如果选那个松，就是选那个松的难，就是最难是，这种松竹梅嘛。然后梅是最简单，然后松是最难。然后有时候会选的松，然后又选一个速度很快的歌，然后就会完全看不到在打什么，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翻译的过来。哦，好像有些是。就是消了之后，他会丢到另外别人的那一排去。还有什么游戏？我记得很多哦，开心水族箱，然后都会去那个别人的水族箱去捡一些很稀有的钻石，然后还有那个珍珠，我忘记珍珠可不可以偷了，就是有那个贝壳，感觉开心水族，感觉。那个开心农场比较多人玩，虽然说我不擅长手游，但是我如果我玩起那个叫什么
我玩起就是实际上什么大地游戏之类的，我就是个拼命三郎，就不管是要抢东西啊，或者是就是玩任何游戏、任何竞赛的时候，我都会很拼，对，就是抛开一切、不顾一切形象的，很拼的去玩那个游戏。我都觉得我自己就是有点太不顾形象了。从小养成偷东西的习惯，什么意思？没有啦，我是说玩游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都会很拼啊。对对，真的，我同学都说你玩游戏好可怕、啊，不服输，真的。嗯，怎么讲？像上一次我们日文选修课的时候，要就是抢福袋啊，福袋里面是吃的食物，然后就是主要是考一些你对日本文化的尝试，然后有些就是单纯老师想要问你东西，然后有一题就是第一题啊，第一题就是老师有点想要整你嘛，好像也不是，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像礼堂那样，所以是有阶梯的，然后那一题的题目是那个有带日文课本的冲下来，可是我那一天没有带日文课本，因为我想说那天是去玩的。然后我就冲拿着我同学的课本冲下去，但我在要跨出去的时候，我的右大腿撞到了那个椅子，就 OK 这么大一个，对，就是这么大一个，然后 OK 好久才好，然后其他道都超痛，就是玩游戏的一个拼命三郎，然后不管为了什么都可以，就虽然只是小小的什么饼干糖果之类，可是我就是会很拼的去做，所以不知道未来以后 TPE 会不会有那个大地游戏，可能我就会杀红了眼，使尽一切。你应该可以参加抢头香，哇，踢到东西了。OK。对啊，真的是，而且不知道最近有点常受伤，就是不管就是常常会撞到东西，然后就 OK， 像我昨天手撞到那个椅子的手把，然后手就 OK 了，然后上一次要从我爸摩托车下来的时候，那个小腿去就是小腿肚去撞到那个摩托车后面那个手把，就撞一个 OK。 家里的状态是强，假如跟妹妹是敌对会不会，我会赢妹妹，真的我会赢她。快出道要小心，对呀，最近把自己弄的都是伤，就是这边撞一下那边撞一下，超可怕的。我想想，最近继续讲手游好了。我想想，手机游戏前一段时间，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游戏。看看我的手机有没有什么游戏可以讲。哦，你们有玩过那个吗？那个狼人杀。就是不管是手机游戏或者是就是跟同学玩，就是你知道那种都会有那种预言家，就是平民跳预言家，就是假预言家那种，你没有玩过吗？狼人杀，妹妹只有被挤的份。我只要玩游戏，没有，我都很怕我玩游戏因为太拼然后弄伤别人。怎么吊他？什么吊他？对啊，我很少玩手机游戏，有玩过。那你觉得好玩吗？你们觉得好玩吗？
还有什么游戏？我来看看，我的手机真的太少了啦，因为我平常都滑 FB 滑 IG 比较多，所以就很少玩手机游戏。你们以前会帮爸爸妈妈就是煮饭之类的吗？我会，就是以前从小就是小时候爸爸会不让我们进厨房，然后呀没关门，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关完门之后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然后我要讲什么？哦，你们有玩过那个吗？别踩白块。就之前在国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考的那时候，然后曾经很风靡一段时间，就是几乎全班都在玩，然后每天大家都在比谁的分数比较高，然后打过各种那个不同的分数、不同的歌。然后有些是，就是打到手真的会，那个乱掉的那种。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游戏嘞？去看一下瘦吧讲的直播好了。未来 TP 比赛完隔天宣布官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官方宣布一切活动暂停，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瘦宝今天要开到几点？这一次桌游玩过很少，真的。哦，桌游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哦，牛头王。是牛头王，对，牛头王，就是大家就是要毕业前那段时间都在玩手游，都被我用受伤，不会啦，可能没有，跟我同队的不会受伤，跟我敌对的才会受伤。桌游玩过很少，真的吗？桌游，怎么办？我桌游现在脑袋浮现的只有那个。桌游只有玩过大富翁，还有哦，庙宇说书人也有玩过。想想还有什么？加字无介意输的尴尬，对，我无介意，我介意赢的尴尬。不是啊，我其实输赢都没有差，可是我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享受那个。就是赢的那个当下，我觉得很好。本教姐姐晚安，宏伟晚安，哈哈。瘦宝现在在讲什么？好想去他的台刷一下存在。我想想，好吧，都给我赢。家里台语有点破，好嘛，我已经很努力了，都给我赢，耶、yeah ！瞧，不对，我刚刚要用那个 showroom 的茶，我刚才竟然想要打那个乔奈念。蔡恩，瘦吧。怎么讲？跟他相处这么久，他就是一个很喜欢笑的女孩。就是怎么讲？因为我跟瘦宝差
一对他高二我高一，就我们只差一岁。然后我们两个合体的时候，真的很吵，就是吵到人都觉得哇天哪，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安静个五分钟也好。我的沙巴酱，哎，怎么没有声音？怎么办？居然没有声音了，好吧。瘦吧有笑也有笑，通常都是后面那个笑。我没有跟他合体，就是前面的笑；跟他合体后，就是后面的那个笑。瘦吧，对啊，之前我们练唱歌，我这样忘记了，我们在练唱歌，吵到老师都说。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就是，太疯，两个人合体就太疯。瘦白，怎么讲？瘦白应该是我除了妹妹以外，在那个成员里，就是在研究生里面，就是算还蛮麻吉的，哈哈。怎么办？我居然没声音耶，好吧，那我放弃了，我自己聊天。大家都在看谁的直播啊？还在看？刚刚是不是累积的直播？看一下下，哦对，林一在直播。哦，好厉害哦，5860，太厉害了。我来想想还有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对啊，没有，现在那个 TGC 大家就是大家的直播行程都排得很紧，然后怎么讲，对，我觉得我比较不太会讲话，同时在看日本的 OK 呀，大家有来看我我就很开心了。想想还有什么？不然我们来聊聊科目好了。你们就是求学阶段最对哪一个科目最不擅长？哪一个科目？就我来说是数学啦，就是考及格的次数用手指头算得出来，所以我想我这个暑假应该要去重补修了。数学四学分，一学分要上六个小时，上下学期都被当睡是八学分，八六四十八，等于我暑假要去上48个小时的数学。对，没错，48个小时的数学，我已经准备好那个重补修的钱了。英文是我第二个不好的，可是为什么学校不让我们选第二语言呢？就是应该说，因为第一外语是英文嘛，如果能把第一外语换成日文，我应该会学的比较开心。创下当考只考2分的创举，那是只对一题吗？就是选择题只对一题吗？历史，其实历史我还好，我应该是算文科比较好的那种。历史我考就是高中的时候我考过班上第一名。虽然说班上第一名，可是其实原来是段考考卷比较难，所以78分，可是是班上第一名。然后全学年好像也只有一个80分。然后历史、地理、公民三科社会科的话，我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地理，可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是国中地理，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能跟生活结合。现在高中的地理是学比较偏数据分析的那种，物理化学我还好，可是因为现在学的比较简单，我未来也不会选二类，所以目前学的物理化学都还能吸收，而且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可是就真的要选的话，我可能不会选物理化学。怎么讲，我好的是自然科跟社会科，可是我国英数不好，所以通常加权之后都被大家比过，就是就算国英数再好也没有，就是社会跟自然科再好也没有用，很难过。就只答对一个单字，其他全错，也太 QQ 了吧？对什么单字你还记得吗？让你有两分的单字，是高中吗？是高中英文吗？还是国中英文？我最拿手的是地科，对，就是地科，就是大家都觉得地科很无聊，可是我觉得地科最好玩。高中，你还记得你对哪个单字吗？最拿手地科，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还蛮喜欢探索地球的奥妙，就是宇宙的奥妙。就是我喜欢，就是看那种什么，就是对，就是国家地理频道那种，然后喜欢看，就是老师在讲什么地震的时候，它是为什么会地震，然后跟天文我觉得还蛮好玩，可是天文就是日向就是月相那边比较难。会看嘉丽是天文社的，会看现在没有，我不是天文社，我是 MV 舞蹈社，学校没有天文社。怎么讲？可是如果天文跟就是地球，就是我会比较想要了解地球，天文倒是还好。我比较喜欢了解那种什么大气，什么大气成分，然后地球，就是地球是含什么？比如说就是几趴，就是可含核嘛，就地壳、地含、地核。然后就是我比较喜欢知道这种的，然后跟为什么会产生。什么舞蹈社？就 MV 舞蹈社，就是学 MV 舞的。就是学各种 MV 舞，就是老师会有那个外聘老师来教，然后可是，该不会家里小时候喜欢收集矿石之类？怎么讲？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喜欢，就是怎么讲？小时候喜欢跳舞，就是对于这方面还没有这么了解。就是还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原来有这种社团，我以为都统称热舞社，没有热舞社，还有热舞社，还有街舞社，还有 MV 舞蹈社，三种是不同，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分开的，就学的舞不一样。像那个街舞就是学 Hip Hop 跟 Jazz， 然后是 Hip Hop 跟 Jazz， 这区我比较不了解，因为。我从小学的就不是这一类，就是从小学的是比较优雅嘛，就是芭蕾那一类的，就是芭蕾现代，跟街头流行的比较不一样。学校社团哦，你们在求学过程中都是参加什么社团？我国中是啦啦舞，高中是 MV 舞蹈。就是，从一路上都是跳舞。电影研究社都在看电影，对，真的每个学校都会有电影研究社。我们国中也有，高中也有，就是真的都是在看电影。然后偶尔写个，就比如说期末要交成绩，也就大概写个一篇心得之类的。还有什么比较特别？哦，我们学校比较特别是还有什么青年议论社，就是。我不知道是在探讨什么，可是就是是辩论吗？还是什么忘记了？棒球社这么厉害，
我们学校，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棒球社，好像有棒球社，可是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很有名哎。想想还有什么嘞？哦，我们学校还有直排轮社，可是那个直排轮社基本上就是几乎快要接近废社的状态，就是大家一上课就去那边滑手机，就滑到下课，对，然后两堂社团课就结束了。不过电影研究社的好处是未来你去看到很有机会看到你从来不会去看的电影，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我应该跟你们说我很喜欢看灾难片，就是不管哪种，对，就是什么飞机啊、船难啊、大地震啊之类，水灾啊、台风啊、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的灾难片我都很喜欢看，所以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古典吉他和蔓延社，哦，我们学校有那个，我们学校是二创同人社，就是也是主要是在研究那个，他们好像有画漫画，还有就是跟大家大家去那边讨论动漫的。但我们球队是万年，干嘛这样说？干嘛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呢？栗子应该自己成立一个偶像舞蹈社，社长就是 TP48 的成员你，然后以后没有啦。可是那还是要有指导老师啊 ，Takeshi 没有啦。可是在学校，要在学校的可行性太难了，就如果是拿在学校办的话。其实真的不太是，因为学校要挂个社长，如果是要我当然是可以，可是要挂个指导老师的头衔，就是要可能要外聘之类的。嘉丽社长是偶像，好想加入这社团。可惜，吕冠是高中生吗？可是真的啦，如果真的说要办。这个社团可能有点难，因为没有指导老师就没有办法成立这个社团，而且刚开始的社团就是成立的时候起码好像要有10个人吧。指导老师找双子好聪明哦。对耶。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为什么我好像每次都只会 I'm fine, thank you? 就是那个从小时候到大都一样的句子，就小时候课本老师问你说，如果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你要怎么回答？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哈哈，就以前课本都这样写，不然就是 How's the weather today? 然后什么 It's a sunny day 之类的，就是以前国小课本都教这种，不然就是一二年级我记得是把 ABCD 从头再教一次，然后有没有教 KK 音标我忘记了。 You look like Miss Miyuki Watanabe Former NMB。 哦，社团It's good to drink. 你领看麦，好，我领看麦。那以前大家都会学那个广告词，你们觉得广告最洗脑的是哪一个？ Is it raining now? I don't know. I didn't go outside. Go outside. I'm in my home. 应该吧，我不知道句子有没有错。你们觉得最洗脑的广告是什么？广告词吗？绿油精，绿油精，这还蛮洗脑。还有那个肯德基，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家。啊，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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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大利，意大利。It's good to drink
一零跨埋后，哎、欸、哎、欸，他是我好像少一个字。Wait, what did you enjoy for dinner? Ramen noodles. 水煎包的，水煎包的英文要怎么讲？水煎包的英文要怎么讲？完蛋，卡关了，查一下水煎包的英文。水煎包，SK2 你先看看就对啦，你说啥？现在变台语频道吗？ 我刚才查那个 Google 翻译啊，它水煎包写 water frying， 这是什么啊？ water frying， 我来看看。鸡排、臭豆腐、干贝烧，好，快快快，赶快让我找一下。生煎包 ，pan fried bun， 对，就是像包子一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台湾的小吃，你们觉得哪一个就是你们最喜欢？大肠面线、臭豆腐、鸡排、珍珠奶茶，怎么越讲越？ Do you like 小笼包？怎么讲？我很喜欢。我喜欢吃小笼包，可是它不是最爱的。大肠包小肠。赞，真的超赞超赞，珍珠奶茶赞。哎、欸，妹妹出来了，嗨嗨大家，可以跟妹妹嗨一下了，她终于出来了，我都快要结束了，她才要出来，我剩十分钟她才出来。大肠包小肠好吃，然后我每次都会先把那个香肠吃完，然后剩糯米肠还没吃。然后我都会叫他加很多的酸菜，我觉得超好吃。你们嘞？你们有人不敢吃那个吗？臭豆腐？你们有人不敢吃臭豆腐吗？我觉得臭豆腐很好吃。妹妹这样母汤，怎样母汤？珍珠奶茶会胖吗？没关系啊，我都跟他一起变胖，这样才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胖，哈哈。台湾 ramen noodles is very popular in Nagoya. Nagoya, Nagoya 是哪里呀、啊？查一下。Nagoya, Nagoya. 名古屋。对，我查出来了，我查出来了。臭豆腐超好吃，你们臭豆腐喜欢配那种比较清爽一点的那种脆脆的泡菜，还是比较喜欢吃辣一点的那种泡菜？家里晚上起床那种不是啦，怎么会是晚上起床？那个是就是电话，对，电话就是比较古老一点的。Is located at central of Japan. Oh, 名古屋，我只去过一次。I will go there once. 我只去过一次。臭豆腐配栗子，这个太怎么样？太创新了吧 ？SK48 in Nagoya. Oh, I know. 什么是我叫的？哦，对啊，就是我晚上如果睡一下起来继续看书的话，我都会说：“哎，妹妹，你那个这在半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以后叫我
啊，通常咧半个小时那个永远睡不起，就是也就睡了永远起不来。就是我晚上睡觉的话都是两个小时起跳，就是没有睡饱两个小时，我就会就比如说我睡一个小时，就是我都是昏迷的状态，我一定要睡满两个小时之后才叫得起来。涵涵晚安，涵涵晚安，大家也跟我说晚安。对呀，晚上都是他叫我，可是有时候就算他来叫我，我也不一定起得来。可是如果早上，对，真的我真的是要睡满两个小时，因为像就是平常晚上睡觉就是一定有睡满两个小时嘛，所以我就很容易被叫起来。可是如果嘞我只有睡半个小时的话，我睡下去通常就起不来了。今天是饭团，好可爱，你是我吗？饭团，我知道，等一下我一定要被那个，我一定要被涵涵说了，被妹妹欺负了姐姐。24分了，先来念排名。You look like Yappy in JKT48。 哦，涵涵晚安，对，涵涵晚安。虽然我刚才才看到你。はじめまして、涵涵。来念念排名吧。第13名是林 MJ， MJ 要怎么念？林 A， 林 M MJ， 林 N， 林 MJ， 耶、yeah ！恭喜第13名。这颗饭团，我特地去找的，栗子饭团吗？第12名是 Coco， 恭喜 Coco。 第11名是 Yuka， 恭喜 Yuka。 第10名是佑斯，恭喜佑斯，耶、第9名是恭喜阿布的毛怪，恭喜，哈哈。第8名是奔草莓奖，辛苦辛苦在加班的奔草莓奖了，加油，上班加油。第7名是旅馆，恭喜旅馆第7名。第4名是花生糖，恭喜猫猫喵喵喵喵装的花生糖，谢谢手滑哥的爱心，好久没看到手滑哥了。然后第，哦，刚刚没有那个耶，是不是少一个啊？76，少一个第6名耶，第五名，恭喜硕熙，恭喜。第3名是本塔瓦哥，请你们多留言，我就大概都可以记住你们，所以要多留言跟我聊天。第2名是宁宁，恭喜宁宁第2名。第1名是一天到晚怂我的九蛋，比较爱妹妹的九蛋。谢谢手滑哥的爱心，加油！好，我会加油的。赶来补个爱心，对啊，我快要下播了，9:27，还有3分钟，真的超久没看到了。手滑哥最近都在干嘛嘞？最近很久没有看到你出现了，刚刚错过了一个饭团，栗子饭团。手滑哥是因为没某人开了才没来吧？什么意思啊？什么加油好快？什么加油？
什么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吗？我好像有点呛，哈哈。什么什么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哦，错过了韩寒，哈哈，错过了韩寒，对啊，韩寒应该在吃晚餐了，他应该在客厅吃晚餐。直播要结束了，好快，真的好快，真的一个半小时超快的。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的直播啦，然后下次应该就会更新完毕了，因为我的纸都印好了，只是。我还在加工，对，希望下一次看到这张纸的时候它更华丽。然后请大家追踪啦，还没追踪的赶快追踪，然后再麻烦大家把上面的爱心按成粉红色，这里这里爱心爱心，咕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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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把这里的爱心按成粉红色，然后。再多多支持我跟妹妹啦，本家姐妹，本彩洁，本家丽，谢谢大家，大家再麻烦的，再麻烦，可爱变得再麻烦，再麻烦大家追踪咯，谢谢大家，大家要不要？已经是粉红色，还要吗？当然不要按啦、啊，按成粉红色，把这里的白色爱心。按成粉红色，要对啊，要关台了，没关系，我们下次见。我之后的那个直播的那个时间，我会更新在 IG， 所以你们要追踪哦，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直播。哈哈，刚刚电脑大爆炸，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爆炸？为什么爆炸？大家加油，学生们再撑一个月，对，一个月我们就放暑假了，准备好钱，我们要重补修了。对，我要去学校为期四个礼拜的重补修，然后大家再加油啦，然后加班的大家也要加油，然后大家拜拜啦，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大家拜拜，晚安安。哎，三十分了，好啦，拜拜。不要走，别带我走，哈哈。等等，爱上，晚安晚安。下次见，拜拜，晚安，我要思密，晚安。